怎么才能让这个冰块脸答应教我跳舞呢？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，又会这个又会那个的，瞧把你得意的，还长这么好看，了不起啊！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啊？嗯，还有，现在是你的考试时间，你还有15分钟。哎呀，我反正会及格的。江念宇，我其实想……你还有5道题。喂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人说话啊？这又不是真的考试。把题做完。你这个冰块脸。你难道想被退学吗？毫无人性。我毫无人性？我毫无人性？喂，你想干嘛？我知道你迷恋我很久了，但是你别乱来，我会大喊大叫的，我会大喊大叫的。你想什么？